佘诗曼早前庆祝入行25周年，贵为侍后的她塑造过不少经典的角色，但是在荧光幕前就甚少以性感的形象示人，穿着上也都相当保守，多数都是以知性、优雅、大方为主。不过日前佘就很少有敢大塑性感的一面了，着上露膊连身裙的她大晒白滑香肩，高炒角度拍摄更加令到上围若隐若现，身材一览无遗，非常迷人，引来大批的粉丝留言赞佢好有女人味。